开业之后，案源交给我。你呢？你就把工作表、档案、进度还有账务给我管理好，千万不要出差错。是。哎，乔律师，我从刚刚听到现在，有一个问题啦，哦。说。你开业都不用申请统一编号什么的吗？不用。那你怎么缴税啊？税务机关那边每年会收到执业律师的判决书，而国税局呢会以一份判决书40万元作为裁定的标准。哦，那你一年有几份判决书啊？一定很多吧。而且乔律师，你一份判决书才收40万哦，我才不信呢，律师都蛮很有钱。之前富锦天下的案子要给你们的扣缴凭单我也都还没送你。你是因为看在保全面子上吗？徐宝琴，过来一下。你在干嘛？去忙啊。昨天你迷路之后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对啊，你昨天后来都没回来店里。昨天。乔律师来救我。你们干嘛这样看我？因为感觉你跟乔律师在谈恋爱，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是男女朋友。深南路三段，我会开导航。哦，那你路上小心。看什么？乔律师刚刚没有否认吧？那他们两个是真的？乔律师来这边分租的原因呢？这个问题你可能要问乔律师吧。嗯，你们两个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。你忙很忙。干嘛？交代你的事情不去准备一下，还有时间聊天啊？
喂，你好，我乔新明。你说，你又被告诈欺，你知道这已经是第五次了吗？佳安，跟我去便利商店吧。徐宝琦在吗？这里是徐小姐跟其他三位合伙人一起成立的快递店，她本身也在这边工作。请问您是？我是这间快递店的法律顾问乔吉明。这是警察局的通知，请徐宝琦小姐协助办案。再麻烦转交他本人。佳安。嗯。宝琦回来之后，你跟他说晚上我打电话给他。好。这份通知书我会先帮他收着。好。在他去警局之前，我会先了解一下状况。好。我看他每天都有来，应该有顾好吧。那你帮人家问一下阿腾师傅好不好？乔师傅，小姐，我们要见面了。Eva问说，你有帮他把鱼缸顾好吗？当然有啊。有我好好顾这些鱼哦，他每天都吃得饱饱的，你看都喂光了。哦，昨天晚上啊，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啊，我今天一定要记得要买鱼饲料，结果我今天一看到你，我好高兴哦，我又忘了。那明天一定要去买。嗯，一定。而且苏小姐，明天我们还约好了要去阿婆的小菜园啊，回程的时候我们就去买。啊，那要约几点啊？三点好了，因为我明天有一个临时很重要的工程一定要去处理啊。哦，他们整栋大楼都停水了，我就想啊，那栋大楼的人们如果没有水生活一定很痛苦，我想要帮他们优先处理完我们再出发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下午三点。好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
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？有进展。哟。哎呦，你今天又穿那么帅，工作？有个当事人又被告了，我帮他处理一下。哟，阿兵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还有阿布说你要休一段长假吗？怎么突然间又开始忙工作？我已经跟事务所请辞了，接下来会自己开业。请辞了？那你怎么突然间想自己开业？是因为搬回家里住，所以除了搬回家了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记忆恢复了嘛。我想要找回10年前的那个乔希明。阿兵。你恢复记忆的事应该没有跟任何人说吧？哥，你已经是第二次问我这个问题了，为什么？也没什么啦，就我是想说，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家里人知道就好了，其他外人就不需要知道了。你之前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吗？是没错。哎呦，我的大律师啊，现在要自己开业了。这个做哥哥的呢，来好好想一想，我应该要送什么给你当礼物呢？就送镜子好了。送镜子干嘛？让你照照自己的蠢样啊。不是啦，有一句成语叫做明镜高悬，不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送镜子好，送。啊，不用送了啦，送什么镜子啊？不，就送你镜子，回家。怎么回家？哎，下大雨。是，快，走，快点！阿平，阿宝，阿平，阿平。大家务，那我们开动了，啊！好吃，好嚼好嚼。阿柱，阿柱，你怎么一直在扒稀饭而已，都不夹菜？怎样，寒冰啊？你现在每天睡前有没有乖乖的念半小时书啊？有啊，有。好，来一段我听听看。什么？哪一段？第二种接地，若变压器在个20kVA 以下，接地导线该用哪一种绝缘导线？逆行。就跟你说嘛。他在讨鬼心的鬼嘛，哦，你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了以后，之后的事情都会顺顺的嘛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好好的给我念书啊，快吃了。下次考你哦，你再答不出来的话，我就罚你早晚都各做30下伏地挺身。阿柱，你们大爷对你可真好哦，快吃吧。
谢谢高安。妈，你那个是在蒸什么？菜包。菜包。阿婆，长你也不怕毕业时阵啊，我有跟你说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多做几个素的，要给苏小姐啊？你有做吗？当然有啦。哦，多谢阿婆啦。喂，林警官吗？你好，我乔西明。不好意思哦，假日还打扰你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要跟你打听一个案子。暗号是刑107。律师，我有事想要跟你说。你等等有空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两小时之后去你家楼下等你。好。乔律师说有事要跟我说。方便。对啊，妈妈，我要出门。裙子，你穿裙子？你到快递公司上班以后，从来就没有看你穿裙子过哎。好看呢。你要跟阿美达他们出去玩啊？乔律师说有事要跟我说。哦，有事情要说，听起来不太像是约会了哈。我是不知道什么事啦。知道了再跟你们说。那我就先出门了。好，晚上如果来不及回来吃饭，我再跟你们说。不用，你跟乔律师就在外头把晚餐吃完再回来。因为我们家停水，煮饭真的不方便。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你看看你，你那什么脸，什么表情啊？如果乔律师真的要跟我们家宝琦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得要找个时间好好的跟他聊。哦，拜托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你这个话传出去哦，会让人家笑你的哎。笑就笑啊。你昨天不是跟那个水电师傅约10点吗？人家快来了。对。来，我进。
喂，你好。我们今天都在。对对对，那麻烦你了啊，待会见。哎呦，今天可以休好就太棒了。是啊。看，怎么？我还有一点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 你是跟我说是有事要找我，所以是有事，对吗？嗯。那我还特地穿了裙子，这很该耶。所以你心里是希望这个是约会吗？先聊正事，聊完之后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。因为是警察局通知单，所以我就自己打开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协助警方办案，我已经先去警局那边了解过状况了。这个是跟三月九号那天发生的事有关。三月九号那天，那天是关小姐的第二次开庭。我送你离开之后，你是不是有碰到一个人？你送我离开之后，我到了停车场，然后。请问你在找东西吗？对，我在找我一个皮夹。皮夹。嗯。那就是这个。对。我捡到一个钱包，然后确定之后就还给搞丢的那个人了。怎么了？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，你是最后见到他的人。你在跟他分开后的三个小时。他跟人发生冲突，被杀了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警方那边只是想要透过你了解一下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状态，还有你们说话的内容。你记不记得你还有跟他说过其他事吗？我跟他确认钱包是不是他的之后，就这样子。不要担心，你到案说明那一天，我会陪着你去的。有我在。这里是姐姐以前的学校。嗯，也是我的。所以你们念同一个学校？我那个时候是大学部，他是专科部。想哭了。要不要跟我进去看看？记得这里吗？
十年前你在这里帮过一个拾荒的老伯捡过保特瓶。回收厂啊？对啊。很远吗？还蛮远的，走路哦，我要三四十分钟哎。三四十分钟啊？是啊。那我陪你去好了。可以吗？真的谢谢你哈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因为一个女孩子的善良跟纯真动心。之后过没几天，戴琪她主动来找我，她给我她的电话号码。我的电话号码？一直到前阵子我遇到你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戴琪他骗了我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跟他分手之后，他竟然离家出走了。真的好想知道姐姐到底在想什么。姐姐离家之前那几年，像另外一个我找不见了，我真的好想他。姐姐她一定会再回来的。你还是认为姐姐会回来的？我希望姐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既然你这么相信姐姐会回来，那就不要再难过了。
过程，还有许多要幸福的未完成的剧本。我踏上了新的旅程，寻找你是唯一的神圣，你驻足停留人生。寂寞，爱就爱了，恨就恨了，会不会有点舍不得？你停在哪一刻？总有人情愿为你等，那就是我为你停留。一二三，再一张。好。一二三，好，谢谢，小心。来，快传给你妈看，把菜给我。社区的菜园今天好开心。小姐，小心！来，这边有两袋，小袋的给你，大袋的我带回去给我阿布。你们家吃得完呢？哎呦，我们家有我阿布，有我，还有我弟，还有阿柱，哎，我们四个人吃起来很可怕的。苏小姐，怎么了？我传讯息给我妈，她只回我表情符号。之前常常这样吗？不会，平时她会马上回我，或是她会跟我讲她在做什么，晚一点再回，不会像现在只回一个表情符号。那你赶快回拨看看啊。小姐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有可能苏妈妈她是在用吸尘器啊，或是她在吹头发啊，所以都听不到电话声。如果在吹头发，就不会传表情符号了。那你回家等等看嘛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吗？苏妈妈有可能比你还忙，所以她有可能在忙些什么吧。是美姐啊。嗯，很少这样，不接电话又不回，一个多小时了。哇！妈，亮云，你打电话给我啊？对啊，我打。你的声音怎么了？你感冒吗？没有啦，一点小感冒，发烧啊，就不太舒服。
一躺下去就睡着了，才会没接到你的电话。哎，不过我有看到照片，好棒的菜园哦，谁帮你拍的照片啊？等一下，你发烧严重吗？还好啦，我吃药了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个觉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睡醒不管几点，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哎呦，你真的很爱担心。哎呦，不管一定要打给我。好啦好啦，嗯，我妈感冒了。啊，严重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些电话都没有接，是不是因为很不舒服啊？我又怕我一直问她，让她会有压力。你如果真的担心的话，要不要赶回去一趟？明天星期一。如果是真的担心苏妈妈，即使要上班请假一天也没有关系的，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妈妈重要的。嗯，那你先下去开车，我在车道附近等你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啊，这是我们约好的，我请瓦布做的菜包，要给你吃的。啊，那里面还有三个是有做记号荤的，要给苏妈妈吃的。小姐。专心开车，我想你妈妈一见到你啊，她的病就会好起来的。乔师傅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好。那你到家传个简讯给我，让我放心。我想对你说要好好的，一路平安。要知道一定会度过，想对你说会更好的，再往前走一定会快乐。如果迷惑，如果寂寞，你要知道我还是爱你的。你要知道我还是爱。到家了，赶快回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又怎样？问我去哪？去筹钱呢？你又不给我，我当然自己想办法啦。不然，你跟他要啊？还有没钱，跟他要啊？他有钱吗？就他所有都给我了，能有多少钱啊？
明呢、回来了。拿着衣服啊。阿柱他很认真的。是啊，希望他一次就能考上。来，开门！开门！没有钱，我不管，血球不给我，我就跟你要啊！你不要太过分了。阿柱在我这里当学徒，是能够有多少钱？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你自己的麻烦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嘛。每次都来我们家找阿柱闹，你还要来啊？这些我管不了。你娶了我女儿秀秀，我就跟你要啊！听到没有啊？大爷，没关系。拿了钱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不要难过。阿明，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？阿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的。对，姨婆，对不起呢。那个阿敏哥，我是不知道那个律师碰到这种事情都怎么处理，可是他是秀秀的妈妈啊，我不可以告他，我也不可以让他变成罪犯的。我懂，交给我处理。我就不相信哦，继续闹下去，我就不相信你孟国柱受得了。哼！总有人情愿回
天。